大家好啊，来赶集来了，今天送孩子顺便赶个集啊，看一看。实在好吃。实蛋。这是羊肉，这咋卖的呀？三十五。这是大鸭子。你给他们大鸭子，不是，那些搁这养的，这是买的那种大鸭子，这咋卖的这个？朋友的。啊？这不正吗？行。啊？这个13，那个8块。这咋的？他俩在啥区啊？这个后背的，那个肚囊子的。哎呀，还这说的。对，后背出重的，哎呀，这个多少钱？对。啊？20。一斤多呀、啊？有没有一斤有吧？一斤多。还真不知道这个。拿着一斤多。对，这大。这一两。干起来。一斤一两，真不算大。瞧瞧啊！哎呀，这大鱼。这咋？这级别哈？这大的多少钱呢？这个。18。要是买，成天买，咱就开个正线点的。昨天咱买那多少钱？要给16那个。16哈。嗯。啊，动手。这玩意儿挺香的。这玩意儿挺香的。不能，那水啥水？这黄金棒。这多少钱呢？黄金棒12。12，10斤，10斤呢，100多块钱。这玩意儿差不多。红汤鱼这是。红汤鱼啊。10块钱。这多少钱那个？这10块钱。10块钱一斤。对。能2斤吗这玩意儿？2斤多。2斤多啊。必须2斤多。这玩意儿。这个咋卖的这个？10块钱一斤。10块。这那鱼都是肉。能有多少斤呢这玩意儿？18、9斤。8、9斤，最大的是。8、9斤啊。啊。17。昨天我卖一个，那人最大的一个是100斤，啊，瞅着大哈，嗯，瞅着大，没那些沉，啊，是黄金，黄金霸哈，啊，对，一般都是咋吃这玩意儿啊？这是炖的，红炖的，红焖咋吃都行。那就卖18的玩意儿，这整个行啊？6、7、8块的，12，这玩意儿整个差不多哈，啊，这玩意儿，这还行啊。黄金霸啊，用过就一个，就那个没有那些。没吃过呀，试试呗。没吃，买一个呗。要一个，昨天我卖给崔金柳卖好几个。闹头什么呀？啊，闹头说这个啊，这鱼嘎嘎好吃，应该试。这是黄金霸。买别的鱼不也得那个那啥？拿个机器拿啥电？买别的鱼不也是这个？也得买一个，也得好吃。大伙还一样。这黄金霸，这黄金霸，你给我要的这个，我看多少？哎，好的。好的好，10斤了。这没那个，不到10斤。不到。哎，9斤半。好了。9斤半哈，差不多哈。9斤半。昨天卖一个，那老头卖一个100块钱。90块钱得了呗。卖不了。那我不能抹5块钱啊。抹不了，这玩意儿我就告诉你，挣个4块5块的。那这玩意儿就跟你说实话，挣的4块钱我给抹了。那挣抹了就100块。买点行这玩意儿，嗯，就要点这玩意儿行。来几个？你先来2个，来2个能有多少吃？这个，你这个你再给我找。不少不了了，那是对地是。上买那抓的。这大特大的。那你全。那你现在卖多少钱的那个？算你17。17啊？超市有超市那个便宜点。那没有这个大，告诉你。嗯，好像是，反正不知道多大，反正他招呼呢。哎呀，不要那些，回家试试再说。看能不能挠出来动作，挠不出肉，一斤赔几。我主要是我不咋会呀。你给他敲完以后，一斤1碗肉皮，2碗腿。啊。你看，你这块给我拿一会儿，他筋豆，他不是。啊，那个多少？给我18得了。好了。18块7，18。好嘞。肘子不细哈。你这个玩意儿咋卖的？这些东西。羊头啊。啊。10块钱一斤。10块钱一斤，这能有多少斤的转呀？10块钱一斤，你几斤？4、5斤。40块钱哈，行，一会儿再说。买这小瓜子哈，这个。
干都有啊。哎，这不是，他这不是牛肉，是驴肉啊。哎，不对呀，这是驴啊。那有多少啊？那些猪这些那多少斤？啊？费事，不是这啊？这百叶多少钱？这百叶啊？都是八块。这能有多少斤？估计那个？这都泡上了，不能不是，你给他腰一下就完事儿了呗。行，我腰一下子。一个啊！我就是想知道多少斤。这十一斤的。十一斤八块哈。嗯，这八十三。八十三给八十这个。行。两个手机。好，大家了，今天的收获就是这个一条鱼，最终还是90块钱卖给我了啊。他说95不能便宜了，我说哎，这么说的，一共95，我说便宜5块钱。他说不能便宜了，我就走了，他又给我招回来了啊，90块钱卖给我了，9斤半，这个叫黄金棒啊，有朋友，看哪个朋友知道这怎么吃好吃啊，给我留言，但今天不做，来了一个最便宜的东西，毛肚，不是毛肚啊，百叶，这个百叶11斤呢，11斤8块钱一斤。相当便宜了，我上次买那个是25一斤的，但这个相当便宜了。上次买那个5斤多，花了135，这个一共他才要我80块钱，这家合适。这几项东西是便宜。完了之后就是这个，买了两个猪肉皮，8块钱一斤，给它熬冻了啊。这玩意挺便宜，这两张才18块钱。挺好。